需要看手相、面相、八字，了解自己的感情、婚姻、事业、财运等，可私聊老师。我们来看视频中的图解，合为双鱼纹，在掌心和大拇指下方交汇处形成的纹路，似鱼形状。有这纹路之人生来有与生俱来的灵感和偏财运，正财运一般，做事业总是给人感觉浮躁不定，但是却适合从事偏门行业或靠横财发家。这种人时运到了带财轻松，只要多行善，累积更多福报，意外之财不断，日子过得如意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,66723319。